我能索要一个吻别吗？自己去看。走了，晚安。那我走了。明天10点我来接你。你现在脸皮是不是越来越厚了？那可不嘛，你冯友然还有蒋亚楠唇枪舌战，磨了10几年，可不得成长一点吗？行了，你快回去吧。你这样牵着我，我没有办法关门。我也想松手，可是他不让。啊？ 他不让？哎，你什么情况？啊？问你话呢。啊，你说，大声点。哦，知道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给你放了一个礼物，让你去拿。是什么？自己去看。 这是你特意找的呀？我在网上搜到了一个收藏钢笔的人，他拿铝制跟你当年那车很像，我就跟他商量了一下，把他买了下来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记得呀？当然了，你每件事情我都记得。